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大师。OK， 相貌网游，尤其是《侠客风云传》前传《幽冥录》。那现在这一集的主线关卡是全忠义夜闯秦王府。东海龙凤神像会连海两大帮派，在严丹森周旋之下，互为一角，首尾相连。与倭寇数次冲突，皆是大胜而回。两帮士气为之一振，官府见其势大，更是不敢再随便招了。敖广罗刹原先不服气的态度，亦在数次并肩作战中逐渐转为钦佩。此间严丹森自然功不可没，一夜三人夜饮之间，罗刹突然说起自己的过去，在朝廷的日子。来，大伙干了，干，干，喵。这几个月来帮你收入蒸蒸日上，帮众的战力提升了许多，那些倭人最近骚扰沿海的频率大大降低。马脸的，不得不说你还是有两下子。嘿，难得臭锤锤，你说一句实在话，那天毕竟出个老实半招，就专心搞你的走私吧，把他打仗的事交给老子就对了。没有咱们超常斩斗，你也追不上那些倭贼。哈，这个大事，老子虽打过水战，但超船掌舵还是你们在行。大伙都替替兄尽了不少力啊！来，再干，干，干！哈哈哈，大功还是要归大胡子啊！要不是你老大哥打两方联合起来，那些倭寇肯定还要继续嚣张下去。龙宫隔快船和神枪会的战斗力，现在就连官府也对我们敬而远之了。咱们做起生意来可是方便了许多。这利润果然还翻了一倍不止，杨慧过奖了。倭寇肆虐，朝廷腐败，严某也不过是希望自身武艺能够起到改变这世道的作用罢了。改变世道一点也不错，这些年来可有谁关心过百姓的生计温饱？老大哥这目标够远，这狗屁世道是该有人来改一改了。然而单凭严某一人肯定是远远不够，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，严某这一愿景还望两位鼎力相助。干，好，干。哎，说到这世道，老大哥，我最近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。哦，但说无妨。你听说过秦王府的灭门惨案吗？秦王府啊，听说已经是一年多一年前的事了吧？怎么了？我还在朝廷的时候，曾经因为倭寇的事和朝中权贵起了冲突。当时要不是秦王殿下包庇了我，今日可就没有什么神香会了。哦，听起来那秦王倒是明事理的人。秦王殿下可是咱们主战派的核心，不但兵法如神，上阵作战也是一马当先。连先皇都因为殿下先明，曾有意要加立为皇太帝。总之啊，我一听闻秦王府被抄，就连夜大兵马赶了过去。哼，那些锦衣卫老早就完事封锁了秦王府，要不是那戚家军阻止了我，老子当场就和那些锦衣卫干了起来。大伙联合上书要调查秦王府之事，那狗皇帝全然置之不理，加上那狗皇帝对倭寇也是一副龟儿子的行径，老子一怒之下才带着弟兄们辞官创了这神枪会。在那个《侠客风云传》呢，有提到皇帝是被控制的，所以就是完全不理世事，不理世政这样。嘿，打他妈的，老子现在想一想，肯定是那狗皇帝朱管下的手，打从他还在宫太子时，老子看他不顺。马脸的，说了这么多，你要老大哥帮什么忙？这水谁别给老子插水。就他说到了，老子手下的帮众时刻都有在关注那秦王府的状况，秦王全家都死了一年多，却一直有少数锦衣卫在那边把守。那些锦衣卫霸占秦王府这么久，肯定藏着什么秘密。老子之前便想闯进去放他一番，屠了那些锦衣卫，也算报答秦王殿下对老子的恩情。那有什么问题？严某便跟你走一走。哈，老大哥，你果然豪气。喂，瘦学车，你跟不跟啊？哼，有何不可？你这马脸，老子不来活动活动筋骨，你可真当我是条水蛇了？既然决定了，咱们马上上路。小子们，备马。是。刚念剧情我就要念了四分钟了。啊，才一个人，我其他人都是守望乡里了。就是这吗？不错，
刚才出手的警卫并不多，老大，咱们上。什么人？阎王。哈哈，不错，咱们牛头马面来索命了，吃老子一枪。哈哈，好笑哦，马脸嘛，马面罗刹。嘿，老子好好的海龙王去当什么牛头，来索命倒是一点也不错。大蓝，拿下他们。是这样使的。刀是这样使的。护龙阵，敌方靠近时哦。OK， 这跟以前差不多。你为什么可以被他抓过来？哇，变局啊！按太快了。是紫色的，现在画面紫色的。好了，不用抓了，他自己走过来了。我记得秦王不是还没死吗？他只是被抄门而已，是不是？抄门不代表死，是这样吗？然后小兵要注意，小兵死就是永远死掉了。太痛了吧，这个。Nice。然后其实，在录这一集，我又去偷练一下了。现在应该打他们应该算是轻松的。哇，画面好紫哦！在门口打架其实有点不利，不是不利啊，不好打，太窄了。方身，蛟龙入海，没错。向天门大吼，惊是我故乡先了。然后我们的罗刹左右互搏，是因为我装的双面刃，双面刃有个附加效果是左右互搏，但是就75%的几率会中。啊，剩四只。OK， 先走进去。哦，好暗哦！我都觉得这边很暗。上行，可是角龙入海上行是这样子的，两格上行，不是三格上行。OK， 那就有没有画面很紫哈、哦？这招跟好像某一招也很像，一三八方没得用。血，强龙入海。而且这招的动画很像神龙腿。这个混水摸鱼看看，补血。喂喂喂，就这么点人，老子还没打够呢。嗯，我还道这些警卫有什么本事，居然全是弱鸡。就这点防守，怎么回事？有埋伏。想不到还有另一批人马在这打秦王府的主意，倒要谢谢你们替咱们清理掉剩余的阻碍，有你们全尸吧。哎，大胡子，这群家伙和方才那些警卫看来不是一伙的。管他打哪来，敢和老子作对，老子一枪射死你们！给我杀！哼，你们惹错人了，一个不留。跟他们招式是一模一样的。杀！杀！
OK， 夜上班。然后他打直线的。贪官污吏，死不足惜。哦，我的小兵不能往前了，再往前他一定会挂，那就有600滴血而已，会骑得好远。太棒了，左右互搏真的是非常好用的招式。OK， 应该没了吧？哈，何方城那些警卫没什么两样嘛？是你们太强了，好不好？OK， 瞧这秦王府的布置，这些警卫似乎把这当成新的据点。敖广罗刹，这有些书信文件，后头那群人马拿着秦王府所谓何事，原因说不定就被你藏在这里头。说的对，那老实看看，秦王一脉仅存幼子一名，余孽部众永之逃窜民间多时，今据查藏匿于湖广一带。已着令指挥使幽静、玉明等率部追查，秦王还有一名幼子在世，湖广一带嘛。那我现在是咱们势力范围，怎么样，马脸的，要派你过去看看吗？这还用说，老二哥，咱们还追上去。敖广，通知手下弟兄们搜查湖广一带，搜寻秦桧的踪迹，咱们快马赶过去，交给我吧。啊，死人啊，快个报官啊，这死的是官爷啊。你注意啊，赶快咱们快离开这，我们走。OK， 那我们这一集到这边结束啦。那喜欢频道欢迎到我频道的主干板可以按个订阅，欢迎到我也欢迎到右下方的订阅把铃铛打开。那从影片开始之后会产生影片字幕小帮手，那一样就是如果帮我字幕上字幕的话，我会把你的名字放到影片上面。那之前已经有一部有人帮我放上字幕了，但是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跟你是谁，所以看到的话拜托赶快那个 Gmail 给我或私讯到我粉丝页，那我在日后的影片比较好放你的名字，不然大家都说我又失言了，是因为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啊。 OK， 好，谢谢大家自己收看哦，谢谢，拜拜。